位于大埔富善村南北两端，分别有居屋明雅苑同埋怡雅苑。两个屋苑楼龄相差8年，规模差唔多，位置相距唔够1公里，一个近海，一个向山。二手成交尺价亦都相若，中意大自然环境嘅买家不妨考虑一下。近海嘅系明雅苑，1985年入伙。屋苑前临沿线公园同埋临川河，东南方向系大埔海滨公园同埋吐露港。唔少单位景观开扬，翠绿园林同埋海港景致同时收入眼帘，景色宜人。明雅苑以风车型设计，1层16伙，单位实用面积由300几去到400几平方尺不等，间隔系1房或者2房，比较适合小家庭。屋苑设施有停车场、篮球场同埋儿童游乐场。毗邻嘅两个大型公园提供大量绿化休憩空间，当中大埔海滨公园更加设有游乐场、自然生态公园、草地滚球场、单车径等设施，为居民提供舒展身心好去处。向山嘅系怡雅苑，1993年入伙。前方虽然有学校同埋拿打素医院，不过向丁角路嘅部分中高层单位仍可以享有开扬景观，甚至可以远眺白仙岭一带。怡雅苑采用新十字形设计，单位间隔分为2房、细三房同埋连储物间嘅大三房，实用面积由400几去到600几平方尺。屋苑设有篮球场同埋儿童游乐场。明雅苑同埋怡雅苑都冇商场，不过居民可以用富善村嘅商场、街市、体育馆。相比之下，怡雅苑同埋超级城一带商圈距离较近，交通亦都以怡雅苑较方便，附近有较多巴士线路途经。